体育方面，威尔士桌球公开赛，丁俊晖咧打入四强添。嗱，呢个卫冕嘅中国球手喺八强咧，系以局数5-1大胜米坚斯。丁俊晖晋级嘅过程轻松，因为米坚斯发挥唔到自己进攻嘅长处。第三局，丁俊晖发挥进攻威力，一 Q 打出104度。是打完黄波之后，白波的走位差了一点才不能够清台，都足够他领先局数3-0。第四局同样是小丁的表演时间，关键是他怎样开散这堆红波。射到黑柴之外，其他红波的位置也都相当好。第六局争持也都很激烈，双方打成61平手，台面只剩下3个颜色波，要争入2个才赢。丁俊晖的蓝波射得不理想，一样打得入。之后的拼波都没问题，结果他以局数5-1大胜米坚斯，四强会同冰咸争入决赛。无线电视记者刘彦辉报道。转睇下荷兰鹿特丹网球赛，卫冕的费达拿在八强出局。浅蓝衫的费达拿爆冷输了给法国球手贝内托，这板波两个在网前争夺，最终贝内托赢出这一分。贝内托13年的职业生涯还未赢过一项的巡回赛锦标，今次打出代表作，借着费达拿的第一发球成功率低，多次打破对手发球局。贝内托连赢2盘6-3和7-5晋级，四强的对手是同样来自法国的西蒙。体育报道员，好啊。